的同学，大号同学。哦，对，哦，就刚刚那个水峰有讲法令纹有没有？有。对对对，法令纹没有到很深，没有，哎，也没有，也没有那个叫嘴角，嘴巴也是蛮，也没有老婆婆纹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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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八。我跟你们看法又不一样，而且有青春痘，哎，嗯，对，他是美女，我觉得他很早就出社会了。怎么看怎么看？因为你是看面相的，因为他哦。有咀嚼肌，是不是有嚼槟榔的习惯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她是美女，她是美，怎么说？因为她有一点胡子哦，没有，她嘴巴表情好丰富哦。对啊，她的胶原蛋白感觉很多哎，所以请写出她的年纪。哎，哇，她是不是做到已经不知道要做什么了？对，哎，可能她笑起来就有露馅了一点。怎么说？它有一些纹就比较明显哦，真的，柳叶老师看的真的不一样，看的好细哦。如果笑起来的时候，变大哥写三十一，我猜31岁，对，因为我刚觉得我好像猜的太年轻了，好像这个要猜的比较接近一点。钥匙要拿回去，钥匙还他，钥匙什么叫太年轻？不是我猜的那个落差太大，我要把那个落差缩小一点。哦，我猜27。因为他应该是素颜，你也是要拉，哎，拉到，哎，拉到3岁哦，你们两个加3岁哦，两个拉差不多的，我王少伟都没1岁，对，都没1岁。其实他们看起来是差不多，主要是因为我讲说他早出槟榔啊，对啊，早出社会的关系啊，他可能是他历练比较多啦，历练，对，我猜是早出社会，哦，38岁，哎呦，38岁等于大妹，哎，1岁而已啊，我觉得跟他差不多啊。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实际年龄是33岁了？没有啦，他可能真的是38岁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好的，来欢迎二号同学。好，他是也有礼物哎。对啊。他是好可怕。是这样子的，我想说就是拿一些礼物来送给这意大利米兰带回来的，拿送给刚那个说的七是谁？是道具吧？但我后来有点后悔，我比较想要拿这个来打那个说我早出社会了。吃槟榔，吃槟榔，大家都一起吃槟榔。对，我没有其他坏习惯，这个槟榔不能吃。没有啦，好像到了一个年纪，易怒，对，会容易哦，真的会会懒得包容，我脾气超好，懒得包容，我是看谁要打人。到底几岁？到底几岁？好了，我实际的年龄是30岁，很接近啊。35。那你知道刚刚拍那边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其实是要展现那个苹果肌的部分。对，对啊，苹果肌就是这一块，是目前我们那个所有的那个整形业者，不是那个叫什么？不是打针的，你说医美，不是医美，天然的。如果是整形动刀的，动刀的是无法解决这一块。真的哦，真的。看这个现场，他真的比那个荧幕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你现在完全素颜吗？对啊，他说他还蛮重视这边的保养。来来来，请请。这就是我的保养品。我是意外发现它可以就是来帮我们提升我咀嚼肌，苹果肌前面的苹果肌可以向上提的，因为我有一阵子就是喉咙长息肉，然后那时候就去做声音复健，那是你发音有问题，对，医生就说我发音有问题，然后他就推荐我去上那个声音复健课，那上声音复健课的时候他就请我就是咬着这样子直直的东西讲话，然后呢，你开始讲话要像志玲姐姐一样，会改变你发音的声带出来喉咙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咬着之后呢，我就发现其实我无形中也是一直带动上面这块肌肉，就很像是我们在真的重训的时候，我也会稍微做一个肌力训练，它就是真的会一直。这样提着，往上提就对了，像是做这一块的肌肉训练，这个肌肉就会往上去，对，它就会往上提。然后后来其实你如果习惯的话，你就可以不用咬任何东西了。谢谢你的分享。女大周年庆狂欢购物节，应该用了20条了，这下真的又便宜又好用，对对对，好。达人推荐好物，下杀超低价，全馆免运5折起，满额再9折，全部都在女人我最大购物网。